叉烧怎么做的好吃，今天我来分享我的秘籍配方。叉烧好不好吃，除了这个叉烧盐以外，还有这个叉烧酱、暖水机、十斤。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叉烧是不是放了系数，其实我们没有放的，一点都没有放，放这个暖水机顶峰的，你看看这个暖水机啊，是很鲜红的，没有放一点系数。金麦的叉烧酱两斤半，这个是李锦记的叉烧酱两斤半，主蚝酱四斤，蚝油四斤，海鲜酱四斤，这个四季宝的花生酱两斤，芝麻酱也是两斤，把它倒下来。现在呢，就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叉烧酱了，一斤叉烧放28个酱。